大家好，现在来到跨湾大桥的起步点，在我身后面的就是这个调景岭港铁站。调景岭港铁站向海行就行到来了。咦，又见到柏耀啊。喂， Paco 都在这里啊。哇， Paco 不喜欢出镜啊。好了，不要紧了，喂，不阻你们了，我现在先行了。嗱，一右边就是单车径，前面行人路，千祈不要来跑步，太多人了。領隊啊，屌你啊！帶我哋由將軍澳村行過嚟啊，大佬，行得到你都散曬。咁快少少先。我試下5分鐘內行唔行到去中心點？呢個360度鏡頭。喺起步點之後咧，開始冇咁多人啦噃。我哋嘗試快少少先。右邊就單車徑。呢度就行人路，今日冇乜风，阳光普照，以为好多好冻，点知有啲热。大家，因为呢个360度镜头，大家可以移前移后，移上移下嘅。哎呀，唔好影我。单车径好似暂时冇乜单车，呜！有人嚟放狗嘅，诶，有单车。好啦，時間過咗2分半鐘咁上下，睇嚟5分鐘都去唔到，去唔到中心啊！不過唔緊要啦，順行啦，因為我呢個只可以拍5分鐘連續嘅啫。單車徑就咁嘅，咁斜。不知道做乜嘢，好似唔系好听细。揿一揿佢先。哎，得啦，继续向前。好啦，仲有1分鐘，系咪到中间先？边年嚟招呼？好啦，就3秒。差不多啦，好啦，差不多5分鐘，喺度步行多，一阵间再见。